来自环路乡的消息，打造胜利环城市的萧朴信，这次的竞选主轴，伊表示，这次的胜利不是属于伊个人，而是全体环路人的胜利。感谢乡亲一路行来的支持和陪伴，用选票和伊的理想抱负以及政见内容肯定。这次为环路乡长选举投票率大约是74%，横横高于全国的平均，显现出有真侪乡亲专注这场选举，希望家己的家乡愈来愈好。萧朴信受人参选，一切拢是为无同角度甲方式来拍选战。伊的竞选团队其实是由无到十位家人组成。萧朴信表示，家人对伊的支持，就是伊坚定向前行上大的后盾。全家团结一心，想要为乡亲服务的精神，也深深打动选民的心。所以我一步一开，我有共同一步一开，一定会当关心咱乡亲寄托的愿望。一票一事情，我会记在心中，好好啊，甲咱遮个乡亲报答。上好的报答，就是我会甲我未来这四年，好好啊，用我的精神，用我的体力，用我的时间，为咱环保付出。大家好。好。竞选了后，马不停蹄开启全乡11个村的车队扫街拜票行程，引导真侪热情的民众鸣炮恭贺。萧朴信表示，一票一事情，萧朴信必定会一一藏在心。未来请乡亲持续鞭策监督伊，也欢迎所有乡亲做伙参与，并且以伊宝贵的意见，伊会以谦虚受教、勇敢向前的心来拼乡镇。坚定自信，力挽同行。非常感谢环路乡亲，未来除了会延续乡内重大建设，上任了后首要推行长照枢纽中心、活化乡立图书馆等等长照教育政策，并且力拼四党任期内设立环路乡故事馆以及游客中心，期待甲乡亲持续做伙牵手，共创胜利环城市。新新闻钟乃成，环路乡采访报道。阿公老早，老早来，我给你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这个废校其实给社区的民众其实带有很多的一些以前小时候的回忆，但是因为它废除之后，变成是他们的之前的记忆好像就被终止了。嘉义县我们就第一所，那用皮钱汇去学校，那把它转型变成所谓的老人的照顾空间，那它有日间照顾中心，也有所谓的巷弄长照站。青幽是谁？啊，阮家是足青幽的啦，经理安尼是足青幽。像以前那样热闹，那个热闹嘛。啊，不过较早是拢囡仔啦，啊，即马拢变成拢老人了嘛。这是一个我们未来必须要去清点清查，创造更多的学校被除役了以后。怎么样让他赋予新的生命，变成照顾老人的天堂？用一句话来形容幸福会是什么？光着脚踩在土地上。两句话呢？啊，我阿公常常拢讲，人生有诶无诶代志，你足侪啊，咱着尽量较简单诶。三句话呢？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山好水，自己的家庭在这边去做自己喜欢的。幸福对我来讲。就是可以吃到产地最新鲜的蔬果，所有的食材新鲜是非常重要，所以台湾的很多土产现在都变成精品，送礼就是要送国内的农产品。